徐先生，您的心情我理解，理解什么呀？我来是找你们要一个说法的。是您女婿对不起您女儿，您不找他，你反而找我，您这……我不找你找谁啊？视频是不是你们栏目给放在网上去的？这叫侵权行为，你们侵犯了我女儿的隐私，我正式通知你们，马上把这视频从网上给我撤回来，不然我去法院告你们。大叔，你可千万别开这种玩笑。 这是拍摄合同，许志签了名字的，签了拍摄合同，就要服从并配合节目组的一切安排。您自己看，你看这合同啊，后面是许志，你女儿自己签上去，自愿的，没人逼她。拍摄协议，你看看。所以啊，您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，您还是回家。 解决问题去吧，小文，送客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没事儿，问他急了不会打人吗？别管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轻点儿。哎呀。 护士阿姨，您能给我包的好看一点吗？嫌难看？您看呀，好歹我也算公众人物，您给我包成这样，你说我怎么在厂里混呢？<笑>那就别出门了，你管谁叫阿姨？哎，大哥，有那么难看吗？<笑>这帽子就交代我。 哎，你怎么跟这儿来了？我看你死没死啊？你，爸，你伤哪儿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伤的人在这儿呢。你打人啊？我要打他，他还能站着跟我废话？你打人你还有理了？我打你了吗？ 你要不追着我打，我能摔吗？你怎么不说我为什么追着你打呀？干了缺德事儿的报应。我跟你说，你摊上事儿了，摊上大事儿了。打110，全都是。大哥，我让你打你就打，现在就打，晚一秒就别在我这上班了。不用你们打，我来打。我顺便咨询一下我的律师，被人家侵犯隐私权了该怎么办？ 我怎么侵犯你隐私权了？我的视频是你们偷拍的，我是跟你们签了拍摄协议，但是里边并没有说可以把我的隐私放在你们的节目里这一条吧？给律师打电话，跟他打官司。大哥，这事儿本来就是咱们侵权，咱们根本不占理儿。这要警察来了，肯定不行，咱还是跟许小姐和解吧。喂，啊，江律师。 我是许志，有个事儿我想。许小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意思您。我能跟你谈谈吗？啊，江律师，不好意思，我一会儿跟你回过去啊。嗯。哎，许小姐，许小姐，是这样，那个，我没经过你的授权。 就采用了你的视频，的确是我的不对。不过，我没有任何中伤你个人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把每期的节目话题做好，并引发全社会的思考。这也是一个职业媒体人的社会责任。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，就把人家的隐私昭告于天下，弄得人尽皆知，你也太会强词夺理了吧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点击率和广告费才是你们真正的责任。 我知道你们现在心虚了，不过你也不用害怕。对于像你这种以博人眼球出位的娱乐垃圾，我真心没有这个时间和这个心情在这里跟你纠缠。走，啊，就这么着了他了？走。特别好奇。 作为一名被出轨的成功女性，你将如何面对和处理婚姻失败的问题呢？
你会选择离婚还是原谅自己的丈夫呢？哎，龙生你太没心了吧，遇到这种渣男必须得离呀、啊、地址碧桂园骑马送88号。这个不是咱家地址吗？这个是吧？这些人是不是闲的呀？行，姐，咱不看了啊，咱不看了，越看越生气，咱不生气啊，不生气。我跟你说，姐，我赞成咱爸的观点，必须要告雷达。什么玩意儿？他是个，我以前还是他节目粉呢。道貌岸然，虚伪至极。我跟你说，你必须得让他道歉，你必须让他得知道这个下场。还有意义吗？你还嫌我不够出名啊？不是姐，这也太憋屈了吧！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跟李默离婚，只有跟他撇清关系了，全世界就安静了。我累了。螃蟹你多吃啊！哦，来，咱爷俩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来来来，来走一个，走一个，来来好。嗯，好酒，也来一个。行了，你这辈子啊，就长那个喝酒吃饭的心眼儿。脑子被撞了一下，真不好使了，把正事给忘了。哎呦，这酒喝着呢。行吧，这是这个月的孝心。你看你儿子，你嗨，你劝急啥呀？这吃完饭再说吧。哎，这数不对呀、啊。行了，少点少点吧，儿子挣钱也不容易啊。什么少点少点？这红包分明是多了。嗯，至少多了1200块钱吧。我真服了你了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多了1000。你小妈在啤酒厂当会计，那么多年哪白干的呀？哎，这可不行，儿子，你每个月给我们5000块钱够多了，怎么又多出1000块钱来呢？你儿子公司这个月业绩好啊，给你们俩也分点红，收下吧。不是，那个儿子，那个我和你爸可就收下了啊，我先放回去，你俩先吃啊。哎呀，你妈她就知道钱。哎呀。我跟你说，儿子，嗯，现在你爸爸我可现在是落魄了。当年我开那歌舞厅的时候，那不是吹的，哎呦，我在咱们市里也有一号啊。哎，按照现在的话说，你这叫急流勇退，返璞归真。来，好嘞，走着。儿子，你可别安慰你爸了，他都不想返璞归真，倒也行啊。哎呀，没事闲着非学人下海做生意，棺材板都赔进去了。我知道你现在这副德行，我说啥也不嫁你啊！哎呀，半路夫妻毁一生哦。后悔了是不是？嗯，我就知道你后悔了。哎呀，我这肠子早就悔青了，还好啊，咱家儿子好，知道孝顺我，不是亲生胜似亲生。要不是看在儿子面子上，早给你离8回了。刘旭，今儿李松，你说实话了，我就知道你根本就看了不上我，你不就嫌我没文化吗？哎，你找你的前夫去啊，他多有文化呀，又有文化又有地位又有修养的。不是老雷，哎，我说你喝两口猫尿又开始来劲了是不是？哎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别再提那些烂事儿。这饭吃得好好的，你没事挑事儿是不是？你当老娘我真不敢跟你离呢。离呀、啊，好啊，现在离婚多时髦啊，让他儿子再回头给咱们做个节目。好家伙，那你可成名人喽。哎，回头那大导演都找你拍电影拍电视剧，演女主角，你多好啊。那叫什么来着？哎，儿子，哦对了，老来俏。我看这饭是没法吃了。小妈，哎，叫小妈，小妈